钓鱼玩具，亲子钓鱼，我们来把玩具打开。把里面的钓鱼渔具拿出来，有小鱼，有鱼盘。哇，里面的东西还很多，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呢？这一个呢，应该是钓鱼盘，钓的鱼呢，把它放进这个里面。接下来呢，这里是小鱼，我们先把它放一边。这里呢，应该是鱼竿和渔具，还有一套彩纸。这是要装饰我们的钓鱼盘的。这一个最大的呢，那就是贴在这个鱼盘的最中间。贴好以后，我们的鱼盘是不是变漂亮了呢？还有这些贴纸呢？我来看看这里面都有什么工具。工具也需要贴纸来装饰。这是鱼竿，粉色的鱼竿。鱼竿呢，是要我们动手去自己组装的。鱼钩。两个鱼竿，贴纸呢？我们已经贴好了。这里呢是一个小朋友在钓鱼，把它卡在鱼池上。还有呢，两个鱼竿，我们也已经准备好。两个捞小鱼用的渔网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放小鱼进去了。还有一只小鸭子，这两只小鸭子呢，我们就把它放在水里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开始钓鱼，可以开始钓鱼喽！啊，小鱼在鱼盘里面游来游去，非常可爱。我们来拿起一个鱼竿，看看这些小鱼，啊，钓到了一只哦！我们把它放到贝壳盆里，能不能再来一只呢？哇，又钓了一只绿色的小鱼，再来一只吧。啊，粉色的，我们放一些水进去吧。我们来看看小鱼和小鸭子在水里面游来游去，非常快乐。把我们刚才钓的小鱼也放进去吧。